过来。你们大哥连饭都吃不下去了，你们不去劝慰，还在这里瞎闹。夫人，夫人，什么事儿？夫人，不好了，大郎君他又怎么了？夫人，您还是过去看看吧。夫人，大郎君脑袋撞了一下，结果就成这样。你是在绣花啊？嗯。完了，大哥又疯了。这上一次还要做和尚，这次怕不是要成女人了吧？住嘴！木儿，富家小娘子的事儿，你也别太着急，我们再好好想想办法啊。娘。哎。绣花不好吗？哦哦，好，绣花好啊，你慢慢绣啊。哎，娘，娘，这户部王明公，他们家的郎君就是因为娶不到自己心爱的娘子，所以受了刺激，然后就疯了。对啊对啊，变得跟女人似的，爱照镜子，涂脂抹粉，还偷穿女人衣服。大哥，今天是绣花。说不定明天就涂胭脂水粉。住嘴吧你！我看触摸是撞邪了，得求菩萨保佑。啊，菩萨还保佑这事啊？哎，我跟你说，城外的福安寺特别灵验，你们明天就去一趟。明天呢，我还在宫里当值。哎，娘，儿就先歇息了。哎，站住！你儿哥不去，你去。娘，你自己怎么不去啊？我要在家看你大哥，怎么让你替娘去一次很委屈吗？好好，我去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一定要时不可以逃啊，这样子才能感动菩萨。你要是偷奸耍滑，我告诉你爹揍你啊，听见没有？啊，听到了。哎呀，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。iQIYI,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